你要不要跟我交往看看？你应该多去认识一些新朋友，没有必要一直孤立我。不是只有公主要吻过很多青蛙，才会遇到真正的王子。我再也不想听到你用“只是朋友”这四个字来绑住他了。颜美者，我好喜欢你。你真自私。 每周日晚间10点，秋可拉 BB 稍息立正，我爱你首播在中视。